真的很感谢你，虽然你提早离开我们，但你还是回来给我们 spiritual 的时候，啊，我非常感谢。好，最后一个加入我们队的是 Alex。还有一个。好，那我先介绍 Alex。Alex。Alex 是吧？寇吉 Canvas 每次都说，你如果要做什么数学什么的，你只要问他，他马上就把你算出来了。对，我们现在 test 他一下。Oh my god! We did it. 有没有计算机？You got it. 给他一个简单题目啊。两个人不一致。Kevin, 你最棒。OK, Kevin. Anyway, 反正。Alex 是一个 very smart student 啊，他这个数学很好，读书好像很轻松的样子，看起来好像好像很轻松的样子。对，因为他打篮球，这不简单，我觉得你们这些真的很厉害，又打篮球又读书，还可以交女朋友。呀、yeah, ，有，我们都有，找不到了。他有女朋友是应该，因为他长这么帅。我觉得你少做数学。想办法去 study performing arts， 真的，你到台湾去，你拍电影。那 Alex 呢？我记得在 recruit 那个 Steven 的时候，我也 recruit Alex， 他说他不敢来，他要打 volleyball。是威廉。你老了啦。反正我找 Alex， 他那年他不敢来，不晓得你为什么不敢来？教练太凶了。数学。那后来为什么数学就不用 care 了？OK， Alex， 我给你的建议啊，你真的是人长得帅，又很聪明，功课又棒。可惜我没有女儿，对不对？我今天讲的是废话，从我 from my heart。你将来如果要真的很大成功的话，你胆子要大。这是我教你这几年篮球，我觉得你将来如果你要跳出这个 frame 的话，你胆子要大一点，就是不要怕做错事情，不要怕什么东西，就放胆子去做。Pursue your dream， 你一定会做很好，因为你很聪明。OK， 你不要想太多。不要想太多，因为有时候想太多的话，就像打球，你在球场上，有时候你 hold the ball too long， 然后你决定追捕的时候，已经两个人在 double team 了，或者这个就是说你要 make decision 快一点，啊，这个跟个性有关系。那你利用打球的机会去训练你的这个，去改变你的这个个性，就 aggressive 一点，像你抢 rebound 这样，对 ，aggressive。Alex 是 undersize good rebounder。我们 team 很高兴有 Alex， 而且他是 lefty， 我最喜欢 lefty。你自从 Max 走以后，我好怀念他，我队上没有 lefty。后来那个来了一个 lefty。I'm lefty。哦，你是 lefty， 被你妈妈故意改的。没有，他两次是 Thomas。Thomas。左手更厉害。好。所以Alex 常常我不晓得他怎么蹦一下跳起来抢了 rebound， 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抢到的，常常会有这种 surprise。 哎，那 Alex 怎么突然跳这么高抢到这个 rebound？ 算了，算的，用算的。他是一个 smart player， 现在好像比较壮。好，这样。酱也是有一个 story， 酱是他妈妈带他来我八十五天，他大概带过两三天，好像就要那个 Saratoga JV trial， 我就那时候我在 teach 八十五天，那他就到那个 John Mill 那边 auto 去找我，那我就在想哦，
我说你这时候来找我是不是有点 too late 了？他妈妈说四年级本来就想要来找我，因为听说万教练太凶，所以就等了大概好多年了。所以我跟你们说，当你听人家说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你不要完全相信，对不对？真的，我真的给你们这样讲，你必须要自己先去 experience。还有，你跟我学篮球有个好处，如果你能在我的替下 survive 的话，你将来没有任何 boss 会骂你比我更多。Okay？ 这是好处，真的，这招，因为我在当兵的时候，你不知道，我到外岛第一次下船，我们的队长跟我讲话，他讲的是浙江口音 accent， 我听不懂他在讲什么。我那时候是 off 那个。是个就是分队长，就是排长，排长会下船，他就把我叫在，他跟我讲话我听不懂，真的听不懂，然后他就把我罚在那个办公室前面，叫我站第一天站，我那时候很紧张，我说我一下船，然后你就罚我，第二天呢就罚我，因为他讲的事情我听不懂 ，school up， 对不对？那我那时候就完蛋了，可是我在想，我不能这样就完蛋了。因为，那你这个再过来这个一年多当兵怎么当啊？那队长讲话你都听不懂，你怎么办？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就说不要怕，先给你，谢谢。我不要让他罚站，我现在跟你们 share story， 我的意思就是说像这样就是一个 good story， 让我想起我当兵的时候。被队长骂，你知道我那时候真想自杀，我没骗你，因为第一天下来，那个坐船坐14小时的船，然后是表示十几级的风浪，全船的人，现在大家吃完饭，我可以讲的，